今天晚上就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值班了，我想录一段小诗篇，声援那些我不认识却生生扎根在我心里的人们。我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中国人，出生和死亡对于我来说来得同样平静和珍贵，但我也有我的梦，也有我的理想，也有我的自尊，也有我身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。集权体制之下没有安全的人，包括集权者本身也无时不刻处在危险之中。有人今天端坐在主席台上，明天就有可能沦为了阶下囚。一个民营企业家说死就死了，一个人说不见就不见了。我们中国人是啥呀？像土芥一样的生命啊！600亿美元说送人就送人了，他到底经过了谁的同意？他经过人大的同意了吗？他经过栗战书委员长的同意了吗？他经过国务院的同意了吗？他经过李克强总理的同意了吗？我不是什么人民，我不要做什么人民。今天我仅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站出来表达我的意愿，我的心声。600亿美元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我是西北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董琼瑶到底犯了什么罪？泼墨无罪，独裁有罪，请立即释放他，请立即释放他。今年8月份为家事工人维权的月薪也到底犯了什么罪？请立即释放他，请立即释放他。华勇是我微信通讯录里面的朋友，从今年7月12号起他就没有了音信，他究竟去了哪里？他也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去年年中他为小花倾城唱生日快乐歌的情景还一一再现啊，他现在到底是死是活？请立即释放华勇，请立即释放他。另外还有100万的穆斯林同胞，100万手无寸铁的穆斯林同胞，他们也究竟犯了什么罪？新疆的冬天已经来了，那里已经开始下雪了，请立即释放他们，请送他们回家。当然，当我表达出我的心声、我的意愿的时候，我也有可能
会像他们一样面临被消失。我早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。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无数仁人志士，杀生以成仁，舍生以取义。以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空笼。拼将石板头颅血，力把乾坤须挽回。如果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份子，将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。人生自古皆有死，死又何所惧。我们食的是中华粮食，饮的是华夏水源，本是同根，相煎何急啊。如果百年前蔡元培先生曾经使这里繁荣过，那么今天在这个充满男欢女爱死气沉沉的地方，就是中国人的伤心之地。今天离开之后，我就再也不会来这里了。最后，我仅以一个个人的身份，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能够站出来，发出我们的心声，要自由，要民主，要平等，要公平，要正义，要1945年论民主联合政府里那个向我们承诺的国家。如果我死了，我还有尸体的话，我的家人是五门，我已经和他们彻底决裂了，我已无家可归。希望今天能够记得我的人，把我的骨灰用灰白色的布包裹起来，我不要被装在坛坛罐罐子里，我讨厌被窒息的感觉，撒向屈原投江的地方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爱这块土地，爱得深沉。